他演讲的题目是 VR 一年生态火箭。Please welcome HTC Vive China Regional President Mr. Alvin Braylon, who will be sharing with us today VR's second year ecosystem expansion.Hi, good morning. So I'm going to do the rest of my presentation in Chinese, but for all of our foreign guests, I just wanted to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I know a lot of you have come from a very long ways. So, and I think this is a very special day for Vive and for the VR industry. All of you, I think after the next half hour, actually after the next day and a half, should have a very good feel for where things are going and what Vive's role is in making sure that the ecosystem really grows over the next years.So today my topic is really about the second year of VR. I think, when she already said earlier about the, last year, Shir said, was the first year of VR. And this year is really an important year because this is when the expansion really happened. So I'm going to do the rest of the presentation in Chinese. And please put on your translator device if you get a chance.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生态圈大会。我觉得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有这么多看到这么多老朋友，这么多伙伴，这么多我们的这个 VR 的粉丝来参加今天的这个生态圈大会啊！我觉得没有你们，真的就没有今天啊。那确实，我们刚刚在前面的就两天以前在，在国奥，跟很多行业的大咖在聊 VR。那他们基本上我有个统一的一个方向，就是说 VR 的下面会越来越大， VR 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而且 VR 跟 AR 加在一起，那他们其实是最认识这个技术，最认识这个平台的未来，他们也最懂这个技术和这个平台可以给大家带来的好处是什么，所以他们有这么有信心，其实也给我很大的信心。那我们先看一个小视频，这个视频是专门，这个是第一次在中国发放的，这个讲 VR 的未来的视频，请大家来观看一下。这里转瞬间就能抵达你心驰神往的地方，指尖一触就能让你穿越到全球各地。可以带一个老年人去旅游，或者是帮助医疗，或者是给你更好的效率在工作，它都是可以真正的会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上一年2016年，我觉得对 VR 对整个 VR 行业，我想给大家一个回顾。一
为什么是这么重要一点呢？因为是这个是第一年 VR 的高质量 VR 真正进入家庭。我25年前开始是学 VR， 那个时候是20万块到30万块美金一台 VR， 现在就是6000块钱可以带回家，试上最好的 VR 系统。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很伟大的一个改进。第二的话，内容真的是有很大的变化。从我们刚刚年初开始，上年大概4月份只有50-60款内容在八月份可用。现在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些新的消息，已经变了好多好多倍。在生态圈子上面的话呢，这个发展其实一直就是我们16年的一个大方向，怎么可以跟全世界的 VR 生态圈一起合作，怎么可以帮助大家一起联合我们的力量来把这个 VR 行业做起来。那现在你可以看得到，我们也帮助整个生态圈的这个创新能力也发展了，我们做出了我们的这个加速器，全世界的加速器已经有4个城市有这个点啊，很快我们还会加更多。我们的这个风投联盟也是在投资大量的创业级创新级的这个企业。行业的联合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吧？我们上一年跟工信部一起创立了 IVRA， 就是VR 行业联盟，全世界全国第一个被国家认可的一个行业联盟。我们也全世界最大的头盔系统做出了 GVRA， 我们现在也参入 OpenXR， 就是全世界的这个统一的开放 VR 平台的一个标准啊。然后今天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建立了IVR， 就是国际的虚拟现实研究院，为了可以一直保持创新，为了不只是把公司和行业带起来，把全世界的大的学校和学院的最高的知识和他们的高的人才都带来深圳。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最后一个点，就是 VR 现在这个概念， VR 这个技术已经进入人人的这个心里面，人人的头脑里面，是吧？而且 VR 就是代表世界上最好的 VR 平台。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多朋友们在这里，我一定要再次感谢大家。真的，要是没有你们的支持，没有你们的这个帮助，没有我们一起在做的合作， VR 不会到今天， VR 不会有这么多世界的人去关注它，有这么多，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每一个科技的大头在全世界都在研究或者已经发布了他们的 VR 的这个计划或者设备，是吧？ VR 不是一个一次性过一下就火了就叫的东西，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新潮流，这个潮流不是5年10年，可能是50年到100年我们还会去谈这个技术。所以非常感谢你们，但是真正要做到一个50年到100年的一个产业的话，其实我们前面还有蛮多的挑战的。我们要想怎么让在前期这个行业刚开始的时候，在用户的数量还是有限的时候，怎么可以让大家还可以赚钱，怎么让它可以还是让内容的开发商可以火起来，怎么让我们做出真正的杀手级的应用，让用户是每天去用。虽然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在用 Vive 的用户已经每个星期可能用3到4次，每个星期时间可能是1个小时到1个多小时平均一次，这个数量已经不错了，对一个低廉的产品。但是我们现在要做成的就是像手机一样，一天可能有好几个小时每天都在用，我们怎么可以做到这样？我们怎么可以让用户的体验更自然，让他们不是用一个手柄，他们不是用一个键盘，不是用一个游戏的一个 controller， 但是是用他的语音，用他的眼睛，用他的这个手势来去控制，让他非常自然跟机器和人互动。有没有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做出更便宜、更高分辨率的显示系统，是吧？怎么让更好的人工智能跟 VR 结合起来，创出我们更有效、更可以帮助我们生活的未来的 VR 的这个应用？啊，怎么让 CPU、GPU 的用能量更降低，让它可以真的移动化？怎么让我们的跟踪系统可以让它不需要一个外面的侦探？
但是可以从里面出来，而且是非常小，又没有任何的延时。怎么让我们全世界的内容可以任何时候带过来，不只是一个现在的网络，但是是360度的视频直播，或者是直接来去跟多人玩，这个 VR 的这个互动性的内容，包括怎么让你的电池可以让一个 VR 系统放在头上可以放一整天，但是不会怕不够电啊，还有怎么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出 VR 内容，不只是让专业的这开发者或者是影片的这些公司才能创出。有了这些问题解决以后， VR 才会到下一代。但是我说的这个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一个机会，也是给你们一个挑战。每一个这个问题，每一个这个挑战呢，就是有一个新的蓝海，可以让认同我们行业的人变成未来的独角兽。我觉得要是我们真的一起去合作，我们可以跳过和占领这些不同的挑战。那2016年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开始开放和开始建立一个 VR 的生态圈，我觉得我们做的还行，基本上行业还是蛮认可我们在对行业的贡献。但是2017年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呢？把生态圈建立得更广更大更完善，让更多的人参与。所以我们出来了一个小的几个字母，让大家更容易记住。我们今年要做的是第一三个 V， 我们的 VI 就是代表我们的硬件、我们的配件、我们的品牌。我们的 VI Port 是我们的内容的分发系统，我们的这个广告系统等等的。还有 VI Studio 就代表最好的内容，可以在 VI 上面去创出，或者我们去跟合作伙伴创出。X 是什么 ？X 是一个可以加倍的一些项目，包括我们的 VI Max 的加速器，可以让上千个公司在全世界投进来，来参入我们的加速器，让最新的创新，不管你世界上哪里，都可以带进来这个 VR 产业，让我们来辅助你。VRBCA 帮助把这些可以真正生长的创业级公司，给他们需要的资本来去发展。IBRI 让整个行业真正加起来，为了一些共同的标准，让我们更有效率去发展这个行业。还有 IBRI， 我们刚才说的研究院，让最新的最长期的一些有用的研究可以带来中国，可以带来我们这个行业，可以在深圳这边发展。然后三个大的主要行业我们要去解决，一个是娱乐行业，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不管是视频还是游戏，还是其他的线下娱乐啊。或者第二就是教育的行业，我一直从我第一天来这边，我就说我们一定要把 VR 带进去教育，因为教育是对我们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应用啊，而且 VR 是一个最好的最有用的教育平台。那第三是垂直的行业，不管你是在家的有这些娱乐，或者你在学校有教育，但是你要是不是每天在公司可用，你这个还没有普及化。那其实我们这个品牌我觉得做的还行，所以我们最近刚刚去问了一下我们现有的客户，他们给我们回答说什么，87%的我们的现有的客户愿意推荐这个产品给他们的朋友，给他们的家人。我们也问了一下行业，这个不是我们问，这个是GFK， 他们今天下午还会上午还会给大家一个分享，他们是一个很官方的一个研究机构。他们问你觉得行里面你最想合作的平台，最想用的平台是谁，这些是问开发者，也是问行业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方这个内容和方案的提供商。50%以上说我最希望跟 ACTY 合作，说明代表现在行业真的是认可我们，用户也认可我们。不只是说从理念里面他们认可，你可以看从销售和量的角度，这个是 IDC 刚刚这个月出来的新的数据，你可以看得到从我们开始到从我们进入市场，在上一个年初到现在，每个季度的量一直在增长，每个季度的行业的份额也在增长。不
不管有新的一些国际的公司进来中国，我们还是保持世界上在保持在中国最大的这个量级。从2015年我们宣布了 Buy 以后，每一个国际的大奖都是被ACC Buy 赢了，是吧？2016年我们还是全部赢了。那2017年刚开始，我们去了CES， 我们去了 GEC， 我们去了 MWC， 那边的每个大奖还是我们赢的。我觉得 Buy 虽然它已经是一年进入市场，现在在市场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产品是比我们更好，而且不只是我们说，这个是世界的专家说。那对于 Vive 的话呢，我们在 CES 也发布了一个新设备，叫做 Tracker， 它是可以让任何的物品，真正世界的物品，可以带进来虚拟世界。在短短的一个月，有3000家公司在全世界申请参入我们这个项目，来变成我们的 Vive Tracker 的开发者。你们有机会，等一下你可以在外面那个演示厅或楼下的演示厅，可以去使用一下他们前期做出的一些作品。在今天，你要是想买这个设备，可以直接到我们网站 buy.com 直接下单，很快就可以收到货。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消息。其实我们今天在下面的12天呢，会有蛮多的新的消息。那在 CES 我们也宣布了我们的畅听头戴啊。这个头戴会让你非常方便，可以带上一个 VR 的设备，你在我们这个15个演示厅也可以看得到，也可以用到我们的设备。我们现在也宣布一下，要是你从现在开始买一个 VIP， 我们的商务版的 VIP， 我们直接就送给你一个畅听头戴，现在也可以在网上订。我们另外一个 V 就是 Viport 啊 ，Viport 不只是一个应用商店，其实它是有多种功能的。不管你是在家用，还是在手机上面用，还是在娱乐场所用，或者是在企业用，我们都可以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在 GDC 刚刚出来一个新的数据，就说你要是要选择一个平台来为它开发。你愿意选谁？当然他们也是选了 Vive。 所以我今天也有一个新的一个好消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花了一年多来去积累全世界的开发者，全世界最优秀的开发者，来去开发优秀的 VR 内容带给全世界用户。今天我很荣幸可以说，在短短的一年，我们现在有两万个公司独立的开发公司为 Vive 在我们的 Vive 注册来去开发。在中国它是代表23%的这个量，但是呢它是代表49%的作品放在我们的系统上。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也应该要为中国骄傲，其实我们的效率确实蛮高。我们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有2200个 Vive 的应用进入 VR 的应用商店，这个是好多倍。我可以跟你说，这个其他的平台，最多几百个，有一些呢可能几十个啊进入市场。我们真的就是不是一个级别。今天我也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很快在中国我们也可以有订阅的内容服务。这个就像是你是订阅你的手机，或者订阅你的这个开发系统，订阅你的这个上线的系统，29.99块一个月，你可以用五个产品，基本上就是你要是买一个内容，它就可以给你你这个价钱。现在我们平均价也可能大概30到50块人民币一款内容，现在是5款内容一个月你随便用。而且每个月可以随便换。我们上一年的话，大概平均我们的用户是在花大概100块钱一个月来买内容。我们现在给他一个非常可以便捷和便宜的方法来去得到最新的内容。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方法，让我们的开发者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
那刚才我在谈这个手机 VR 或者移动 VR， 现在 Vive 还没有一个这样的设备进来，但是呢，我们的 Vive Port Mobile， 我们的 Vive Port 这个分发商店对于移动市场，在上一年的十一月已经宣布了。很快，今天上午还会有一个新的宣布，可以让你知道，很快我们这个 Vive 的移动应用商店会进去上千万的用户，不止在中国，但是是全世界的系统。我们的 Viveport Arcade， 我们这个体验店的 Vive 或者是娱乐店的 Viveport 版本，已经进入市场了大概两个月。现在已经也超过1000个店在用我们的这个设备。今天也有一个很好的消息给大家。对于我刚才说的一个问题，怎么让开发者可以在现在的一个前期的市场赚钱，大家也应该很清楚，互联网起来，开发者赚钱的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广告。今天我们也会有很细节的消息给大家带来这个好消息。我们会放开一个 Ads 的服务SDK， 让任何开发者可以把他的免费或者收费的一个 VR 内容变成一个收入的平台。另外一个好的消息我给大家带，特别是我们的开发者，也是我们会在我们的 Viveport 加一些新功能。今天我们下午还会有更多的细节关于这方面，但是这个新的 SDK， 我们的这个 Viveport SDK会让用户可以直接在里面是按照 in-app payment， 就是在内容本身，你可以做一个免费的内容或者收费内容，但是你每次买一个道具、买一个徽章等等，都可以在里面收费，所以给一个新的收入模式给我们现有的开发者，包括可以让更多的用户可以有多用户互动。所以你要是想邀请全世界其他的朋友一起跟你一个玩一个游戏，我们这个现也是。也是马上可以在我们的 developer.viveport.com 可以下载这些 SDK。 今年对于内容的话，我们会让每个月会有两个新款的大厂内容从我们的 Vive Studio 出来。等一下我很荣幸可以邀请了那个Joe Breton 从美国过来给你们讲我们 VR Studio Vive Studio 的一些小大消息。而且在前两天刚刚出来在我们博鳌的论坛有一个好消息。大家我不知道看得到这本书，在王雪红和Kevin Tsuchihara 手上这本书。这本书我不知道谁知道，要谁可以先举手我给你这本书。哎，这位是什么书？玩家一号。对，说得很对。那为什么我谈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在 VR 行业一个非常重要的书。这本书是描述我们10年、20年以后的社会，有了 VR 进入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它会什么样子？而且这本书是应该是18年的最大的大片。那这本书现在变成大片是谁在做呢？就是 Steven Spielberg。世界上应该是一流的导演。但是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那谁跟这一本书和这个电影要做成世界上的独家战略合作，来在 VR 的内容和 VR 的这个分发，就是 Vive， 就是 HTC。 这个电影进入市场，我可以跟你讲，基本上就像是阿凡达10年前带了 3D 进入大家的心里，它就会变成一个最好的教育平台，给你2个小时的教育，让你知道 VR 对于未来是什么样子。这个大片就是一个4-5亿美金在拍那个大片，很快在明年的18年的3月30号会上我们的这个影院。但是下面一整年我们会一直跟玩家一号把 VR 的内容一直推出来，来帮助教育整个市场。所以应该你会看到很多的好消息，对关于这一个新的内容。所以我觉得真正要把市场打开，其实是要把娱乐界、
要把媒体界，要把科技界结合起来，才能进入真正人们的心里。那我们再回到另外那个 X 啊 ，MindX， 有一，我们今天也有些好消息要得给大家宣布一下。你们都很清楚，我们上年在六月份、七月份已经宣布了 MindX， 还有我们四个城市。今天我又有一个好消息给大家，我们现在要加以色列的一个第五个点，而且要是你是在欧洲或者你想在那边做参入 MindX， 现在也可以进去我们 MindX.co 的网站来去申请。对于我们第一批的 MindX， 刚刚毕业的，在十二月份毕业的那一批，有1200的公司申请了，我们挑选了33个，这个比去哈佛大学还难哈。在这个短短的两个月，从十二月到现在，75%的已经融了他们下一轮的钱，85%已经是发布了他们的新产品。包括 TPCast， 你们应该也要是对行业熟悉的人，也对这个公司很熟，因为它是一个在 MindX 北京的一个公司，但是它是中国和世界上第一个把高端 VR 变成无线化。在今天的好几个，我们有3-4个这个演示点也在用他们产品，你们可以试一试，要是没有机会试过。Open 也是我们的北京 MindX 一个公司，他们也在跟在短短这几个月融了2次新融资，而且现在也在跟腾讯和 HTC 一起做一个关于虚拟现实和社交的一个合作。第三个是我们在深圳长大的一个公司，叫做 V Design。也是在上个星期在博鳌也在做他们的演示，包括现在我们也跟他们做好多真正把他的产品带进去世界的一流的产品、一流的公司来帮去解决他们的设计的方案。那今天我想宣布的是另外一件事，是我们第二批的 MindX 公司是谁？这次有1000多家公司又来申请了，因为大家看得到进入 MindX 对它的好处。我们挑选了36家，有3家呢还是在保密期，这个36家是从8个国家全世界挑过来的，而且他们的这个 logo 在这上面，我们明天会把他们的每个公司的背景和网站都会发表给全国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我觉得这从再过几个月或者再过几年，我们回来看这个第一批跟第二批的这些 MindX 的公司，你会看得到，它这些公司真的就会去影响我们的未来。这些公司、这些创业、这些创新的公司，就是我们真正的影响力。VRVC 是我们上一年在7月份宣布的一个新项目，把全世界的风险投资公司放在一起，来为了投资 VR 这个行业。我们现在很荣幸可以说，有45个世界上最大的 VR 和 VC 的一些VC 的投资公司来参加了，而且有171亿美金的可投资额在这一个联盟里面。在我们的短短几个月，已经有1000多家公司申请参加。有28家被挑选来去给大家分享，而且有16家已经收到投资。下一个会是4月27号在旧金山，所以要是现在还是有机会申请，要是你知道非常有潜力的一些开发或者创业型公司。IBRA 我们刚才也谈了一下，就是虚拟现实行业联盟。我们一开始是在10月份宣布的是有180家国内跟国外最大的VR 行业的公司参与，现在在这几个月已经变成300多家了，包括全部我们行业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伙伴或者是竞争手都参加我们这个联盟。我们这个联盟做起来的好事就是现在已经宣布了一些标准，关于头盔硬件，关于应用的
的内容的一些标准，在下个星期会细节的消息会开始发布出来。刚刚谈过的，刚刚大家见证的这个心理现实研究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消息，而且我也很荣幸，我的25年前的这 VR 老师 Tom Furness 先生也是来去做我们这边的一个VR 的研究院的一个主任。那我回到最后几个点，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在娱乐很重要？因为现在最多最快可以创出内容的点是从娱乐开始。VR 现在这个内容有今天，也是因为有30年的游戏开发的一个背景，有游戏开发的工具啊，所以我们现在觉得一开始先帮助娱乐这个应用起来是非常自然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会跟国美有一个等一下有一个签一个新的合作，战略合作，大家我现在不能讲太多，但是很快你们也会看得到。包括我们上个月在美国也跟 IMAX 签了一个合作，进入影院。教育我刚才也在说了挺多了，其实真的是我特别有感情的一个应用方面。我们现在已经不管是在小学、中学、高校，都有多的试点啊，也欢迎大家，要是你认识校长或者不同的学习的组织需要或者对这个有兴趣，让他们跟我们联络，我们一定会去帮助的。现在已经有好几十个类似的学校在跟我们合作，我们希望到了今年年底会变成上百个或者上千个学校。明天我们一整天就是在讲 VR 怎么进入教育， VR 的一些真正的应用是什么，怎么可以让我们未来的孩子的学习方式有很大的进步。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啊，那孩子我有点担心是不是有一些安全的问题，让他们用这个设备放在头上，所以我们对这个也很关心。我们专门跟这个北京理工做了一个研究，也刚刚今天会出来一个新的报告。从这个报告我们得到的就是说，要是你用一个平板电脑或者是用一个 VR 设备，哪个对你的眼睛有什么影响？那用完了1到2个小时以后，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有20%的孩子他的眼睛是会有进步啊，但有80%有些小的那个降低了。但是所以这个的话可以跟用平板电脑比起来，其实是大概3倍平板电脑的这个进步率，然后大概更少的这个降低率。所以你要是愿意让你的孩子用平板电脑，你应该更愿意让你的孩子用 VR。 那对于企业怎么用是吧，我们也非常关心企业。我觉得这个特别在中国是一个中国的特色，中国的企业家他们非常会接受新技术，特别我觉得深圳的企业和深圳的政府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个精神也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可以一个超越全世界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也是挑选了好几个最重要的一些行业，我们会专门放团队和跟不同的内容的合作伙伴或者方案的合作伙伴一起去创一些垂直 VR 的应用方案。我们上一年也创出了 Bipaper 是一个新的互动方式，让阅读的功能和 VR 互动结合。在这几个月我们已经宣布了几个合作，一个是跟 Condé Nast 的在这个杂志和阅读的平台，另外是大概一个月前跟任我游在旅游的平台，等一下你在外面也可以看得到，这两个也是就是不管是看杂志呢还是看他们的这个双屏机来做旅游的销售。第三，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个新的宣布专门针对教育和这个 Bipaper 的技术，会让VR可以进入上千个学校。
那对这些不同的企业应用，我觉得他们的需求跟家用的需求或者是跟单家的需求有不同，所以我们也今天宣布一个新的产品，一个新的套件给我们市场，专门是针对多商用的多用户的环境啊，叫做 Vive 的 G1 的套餐。这个价钱会让大家想让大量的 VR 设备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者他的学校或者他的影院，会比单独买的要便宜大概10%。而且现在要是想要，任何人可以到我们网站来去跟我们的 VR 或者 SI 和公司的合作伙伴一起去订购这个产品。前面的30年，前面的40年，科技的行业的领先就是在美国，在硅谷。但是呢，刚才我们陈总也在说，希望在未来 VR 的首都、VR 科技的首都就是在中国，而且是在深圳。这个不只是我们在看到这个未来，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国外的媒体，在前面的几个月都说这种话。VR 最重要的拉动力就是在中国， VR 最接受的市场就是中国，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可以做到达到大家的这个欲望，我觉得是一个一定会去发生的事，但是只是说是多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努力做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跟深圳政府做这个研究院，也是因为我们想把全世界的精英带来中国，带来深圳。那我上一年年底我做了一个10个4在VR行业的一个预测。那我回去我在中国在写这个 PPT 时候，我回去看了一下，我觉得我现在是想说了为什么现在中国在全世界被这么被接受，其实是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中国的人们，中国的生意真的是很愿意接受新技术，比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其他的人都有这样的欲望。中国的政府的支持是比全世界任何政府的支持更大，在这个力度，甚至第二已经进入我们的5年计划。手机的这个行业和移动互联网的行业在中国现在应该是已经是全世界最发达、最大的用户量和最普遍的用户的使用。有了这样的一个力量，有了这样的一个先例，其实把它带来去 VR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我们也可以用上这个力量来帮助我们在移动 VR 变成世界上的一个领先的地位。内容的这个创新和这个商务方式的创新也是中国人们的一个强项，是吧？你们也可以看到，刚才我在说我们 Viber 的用那个开发者的数量和创出的比例。VR 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开发者是基本上是双倍他们的比例来去创出内容。我希望的话，现在不只是数量多，在下面几年质量也要更好。要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加起来，真正去执行它，我们非常非常有能力去达到大家对我们的欲望。我上一年在年底的时候，写了一个去参加了一个会，然后我做了一个实际预测，然后我回去回望了一下。那我第一就说，在2017年，我觉得会有1万多个专业的 VR 内容出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有可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也说，嘿，我们很有可能这个家庭或者个人的这个内容开发和创出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等一下我也给你看看我们有些新玩意儿在这方面。另外一个我说的就是 PC 的这个 VR Ready 的 PC 可用 VR 的 PC 机，在今年的4季度有可能可以超过这个4季度的非 VR PC 的销量。今天下午我们NVIDIA 的老总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对这方面的一些看法。另外，对移动的用户，
其实移动 VR 是一个最方便可以先接近 VR 的一个方式。虽然它 的体验还是离我们 PC VR 的还是有点距离，但是呢，今年这个量不会小。上年就在深圳就有生产了2-3千万这个头盔，这个 VR 的这种塑料的头盔，在今年的话，我说超过了5000万，非常有可能。甚至今天我们还会有一些新的合作给大家分享关于这方面。VR 确实现在变成大家的一个标杆。要是你有一个 VR 在家，你真的就是一个成功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概念已经有部分达到。我觉得到了年底，这个概念会更被大家接受。我家庭失败教育，我家庭失败，我家失败。我今天去买，你已经看得到，我们真的是这个是我们今年的大方向。我明天就见会家庭。我相信在年底，基本上哪个学校、哪个校长、哪个教育部的一些领导都会知道 VR， 都会在考虑我怎么让 VR 进来我的学区、我的校、我的学校、我的班。我还说 VR 的广告会变成一个新的收入模式。今天刚好我们也宣布了我们的这个 VR 的广告 SDK。 我也说有可能大家会觉得我现在会非常缺开发者，因为现在这么多人想进入这个 VR 的行业，这么人看到 VR 的这个完美的未来，大家都想进入，其实就会缺 VR 的这个人才啊。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孙院长也会给大家讲讲怎么去做 VR 的教育，他也有一些新的想法和一个新的一些消息给大家，我可能先不抢他的新闻。那包括我说垂直行业会大量的进入 VR 这个系统，会使用 VR 来去做他的工作。那在前两天博瓦这边，我旁边就是坐着打手的 CEO， 他就说现在他们有上100个客户在跟他们一起合作，用 VR 来去设计下一代的车、下一代的飞机、下一个他们的大楼、下一个这个火箭，都是在用 VR， 跟而且是用 Vive VR 跟他们的系统一起在做。我也不用说很多我们的现在的房地产的这些合作，或者是医疗的合作，或者是等等的。还有一件事我那个时候说的，我说有人会30天不停的留在 VR 里面，来在 VR 里面生活。那个我觉得可能性其实不太大，前面那几个我觉得还是蛮有可能的，因为上一年最高的记录是3天有一个人留在 VR 里面。今年刚好到2月份就有人来找我说，Alvin， 我看了你那个文章，我想做30天。他讲完以后呢，就有大概10来个人来找我，是吧？所以现在的话，基本上在很短的未来，我们会去帮助看看这些人有没有办法可以真的住进去 VR。 很快我觉得房地产的这个行业就会有一个新概念，是 VR 公寓，不管你是有没有窗口，不管你的真正的景观是什么样子，你可以戴上头盔，可以有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豪华越比亚炮，对，比亚炮。那你看这两位的这个生活，就是说你戴上头盔，你可以在哪里，你可以在做什么，你可以在跟任何全世界人在去沟通。我今天来见证一下这件事，来拜请大家开一下一个360度的视频，跟我们。用我们的微胜公司的一个新产品，这个360度的新相机，很快这种生活我觉得会越来越普遍，可能现在还只是大家玩玩笑笑，但是今年你们会看到非常多的消息关于这个概念。VR公寓我觉得会变成5年以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方向。 Peter Drucker10几年前说一句话，他说最好的方式来去预测未来是来创出未来。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 VR 在做的事，我们不只是在听在想，我们就是在做，我们是在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会推出有关的产品，
有关的服务，有关的技术，有关的知识，来去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很开心你们今天挑选在这个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个也说明你们是挑选来参加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真的是会变成非常伟大的一个未来的行业。我希望你们也可以挑选跟 LINE 一直走下去，挑选这个蓝色的药进去你的世界。好，那就谢谢大家，希望今天我们有很多好的消息，你们会觉得对你们有价值。好，谢谢。